866-0800。各位观众朋友大家早，欢迎收看我们早安华尔街。那其实啊，上个礼拜五尾盘啊拉出了一个将近100点。其实现在很多分析师哈，我感觉足趣味的，你敢知啊？就在问说，到底是为什么要拉，谁在拉？哦，一直在那边找，他们写文章说，哦，去查看看那最后一盘啊到底是谁？从哪个券商进出？然后呢，买了多少张？怎么样？然后去研判说谁拉的？我那讲的哦，其实我跟他讲，有意义吗？和你知影是虾米人意味啊？这下面有意义吗？如果让你知道说谁拉的，然后这个为什么要拉？对，就算你全部都知道，你完全清楚，也没有意义啊！你跟我太丢钱。重点是讲，你有赚到钱无嘛？那你要从人家去拉，为什么去拉这个？你要去了解说后市这个盘面它会怎么走，这个才是重要嘛，对不对？比如说我现在有联发科，我要怎么样来操作？我要知道联发科后面要怎么走。我现在有台积电，我要怎么样来操作？要知道台积电后面要怎么走。对，这个才是重点嘛。所以从这个看法，你怎讲吼？一个老师有法度带你赚钱，无带我有没有那个能力带你去赚钱？你从他的思考逻辑就知道了， 对不对？像我都不会去关心说谁去拉那个，管他的，反正已经拉啦，反正我们钱赚了啊，对啊，对不对？上天要给我们礼物，我们就欣然接受，就这样就好了，然后再感谢上天，这样就很好，完美啊，没错啊，对对对啊。所以到底有没有这么完美？当然有啊。那观众朋友，你看哦，其实我一再强调，你看我们节目，我都在强调一个重点，你做法人股。做法人股，你是每天买吗？还是买了跌再买，再跌再买，再跌再买，沿路跌，沿路加码？你到底是哪一个？观众朋友，你是那种沿路跌，加码，加码，再加码，放心大胆加码，然后弹上来，哦，你好高兴。观众，你好高兴，可是你在等解套。那法人股其实可以更简单。什么叫更简单？买了下好离手，开牌赚钱，就是这么简单。那你说老师啊，哪有那么简单？这个法人股还要知道外资筹码，知道投信筹码，知道基本面怎么样，技术面怎么样，外资目标价，很复杂。那观众朋友，你有没有想过，这个复杂的事情我也没叫你做啊，我帮你走干没赛。那你看哦，那你说钟老师，那你帮我做真的很准吗？那我们来看看到底准不准嘛。如果准，跟着我就赚钱了啊。我们来看看哦，这一档股票群联，来，所有来演讲会的全部作证，群联我有没有送给你？我直接送你谈。那送你，观众朋友，送你没有意义，对不对？一定要买，才能显得出实力嘛。啊，不然一张纸随便写个股票代号涨，你刚好意义没有嘛？来，观众朋友，这个圈圈什么意思？6月27号，当时的群联小涨1%到2%而已啦。小涨，那观众朋友，我问你哦，我这边有没有买？没有啊，这边有没有买？这边有没有买？不需要买，为什么不需要买？因为我要买的那个点，隔天再隔一天大涨就够了，我不用买在最低，我只要买完大涨够了。观众朋友有没有买完大涨？来，你看哦。6月27号，就是我刚刚画圈圈那个地方，群联市价买进，有没有全部成交？当天又没涨停，一定可以全部成交。当天只小涨1%到2%，重点不是当天，
重点是我讯息发出去，我看到的未来。那我看的未来有看走眼吗？还是所有人都大赚？哥们，你看哦，扣讯一发，我说啊，其实很简单，一出手就是赚钱，一出手就是大赚，这就是做法人股最简单最简单的方法。有没有做？说到做到。6月27号买完，隔天6月28号开高震荡走高，收最高点附近大涨，再来涨一天就够了吗？昨天开高震荡走高，收在最高点附近又是大涨，不用等，买完发动大赚。你就记住我这一句话，跟着我们做法人股，买完发动大赚。各位朋友，我刚给你看证据哦。那你想想看，这样有没有很轻松？哎，这探妹两支停板呢，这个快要两根涨停板了哦。哦，所以难道只有群联吗？其实你看我节目，你都知道我还有一档股票是怎么样，每次做每次大赚，而且是没有一次错过。什么叫没有一次错过？来，可成，这边你都会背了吧？1月7号151卖掉，跌到123，3月26号130买回来，4月26号144.5再买，大涨创新高，6月14号160以上出场，6月14号160以上出场，6月26号告诉你，我们第一档买回之后，昨天收多少？又是160。老师啊，你怎么好像说书一样，对不对？讲那么流畅，因为我们确实有做，所以我记得一清二楚啊，证据都给你看过了。你说老师啊，那昨天涨到160啊，你也很开心，可是你只是在等解套。但是观众朋友，6月14号带你先卖160，跌下来这边省16块，这边涨上来又是16块，这边省16块，这边涨上来又是16块，一来一回32块，一来一回哦，32块，又是20%。那观众朋友，你只是在等解套，我们多赚20%，安内有后不？你自己决定了。你说老师啊，可成还可不可以买？还会不会创新高？拭目以待，是我的会员都知道。那观众朋友，难道只有可成跟联发科吗？难道只有可成跟群联吗？我说做法人股就是要转折，做到转折都是大波段。不用浪费时间在那边等，抓到都是大波段，抓到都是大波段，不需要等，一出手隔天就赚钱，这样才叫做法人股嘛。不像有些人，不要说有些人啊，绝大多数的人，绝大多数的投资节目觉得讲联发科好收，觉得套牢联发科的人很多，跟你讲联发科就一副好像自己是救世主一样。然后呢，怎么操作？跌下来买买买买买啊，涨上来说自己买在最低点。你有想过吗？你买买买买买涨上来，你只是解套而已啊。但是我们是370以上，6月4号370以上带会员先出，之后跌下来最低来到302，一张省68000，10张就是68万。这样才会大赚。所以观众朋友，重点在这一边。联发科涨完了吗？今天没有时间讲的宏达电不讲，昨天我刚才讲了231，人真的要小心。231哦，真的要小心，破了你就很假烂。那你该怎么办？套牢的宏达电怎么办？联发科套牢怎么办？有没有机会解套？可成涨完了没有？
群联还可不可以赚？我想你有很多的问题，因为你不会做。但是你看我的操作，你就知道法人股全市场上像画柱也跟党。那你要做要赢，你当然是跟着画柱也跟党的人一起走就对了嘛。观众朋友不用担心，需要我们双响炮团队的地方，我会牵你的手，我陪你走。好，有需要等一下广告当中的电话欢迎利用，时间关系我们先进一段广告。Sometimes elegant, easeful, enthralling. Sometimes enthusiastic, energetic, exciting. In top form, the new E-Class. 资讯尽在亚洲头部手机 APP， 咨询电话02-2578-3777 2578-3777。美白的第一步是防晒，新艳阳下360度无缝隙防晒，创新升级四个加，完整防护更升级。美透白精华素帮你即褪黑，很快就变白。资生堂掌握防晒关键。Give me echo， 总会有人看到你对能源的珍惜，对安全的坚持。Give me more， 总会有人看见你对地球的关怀，对环境的爱护。舍我其谁 ？Give me TS 电动汽车。经济部与您一起爱地球。您摄取足够的钙质吗？未必。有没有听到骨骼发出的声音？仔细听听，大部分台湾女性每天只摄取50%卫生署建议量。安怡含有一般牛奶两倍的钙质和帮助吸收的维生素 D 及镁和锌。安怡给骨骼全方位的营养。6月28，怪兽大学全面招生中。中信卡。怪好康的啊，刷中信卡满额送 CT 卡费，再送怪兽大学文具组，新户手刷送怪兽好礼，中信卡刷卡办卡动作要快。欢迎回到节目现场。那昨天大盘是小跌，没错，但是这个反弹上来嘛是过了8点，也是很强啦。我们跟你讲说，先买、先谈再说，先赚再说。可是这么强的过程里面呢、啊，还是有一些人哦，你反而没赚到，还大赔，还大赔。那一定不是看我们的节目，而且还套牢。对，然后赔了30几%，没错，一来一回差快60%。对，怎么办？讲到这边里面了、啊，我心来的感觉讲吼、哦，有一个心酸呐、啊。丢了。其实我们在这边一直跟观众朋友讲，然后呢，人咧讲咧，人讲咧，唔听鬼叫的，哭哭惊啦。丢啊！那有时候真的想的真的是吼、哦，很唏嘘啊。很真的就是说，我们唏嘘，有能力帮到你，然后呢，受伤之后，妹妹号来催我，暗自垂泪。老师，你爱来我救啦，啊，我做无民主的，我唔知要安怎啊啦。对不对？对啊，那其实我知道你们买什么股票，那这个股票你给他看哦。其实我们看三 D 列印的股票，观众朋友，这不是说我要去骂他了。我在讲三 D 列印的时候，大家人都不讲，对不对？而且我是说，从6月10几号开始，我跟你讲说，现在进入叫做新三 D 列印的时代，黑的股票。石威涨很高，你不要去追了。那个大种已经涨很高，你不要去追了。其实我很看好这一个产业，我也跟你讲说，那个股票涨多就是要个中段整理。你给他看了，
这个是巴士医用的石啊、哦，这个石威，你看成交量多少张？啊，你看看要卖的还有多少张要卖？观众朋友，哎，给他看到这个、哦，来，我们来看一下，成交被怎去丢了？啊，要卖了还597张要卖啊！啊，让大家股票起价买很多啊！你看了你不会觉得说哇，作心生哎？你给他看他的 K 线来，观众朋友 ，K 线你来看的，用这个股票哦。金价讲的吼，来我们来看，这边270啦，这边171啦，跌下来跌多少？跌了快100块啊，超过三成，超过三成啊，跌了将近四成啊，啊北边攻三 D 猎鹰，我嘛攻三 D 猎鹰啊，对不对？我也跟大家这样说，我看好这个族群啊，但是我说你现在从六月中旬我就跟大家讲，要加一个新三 D 猎鹰啊，你来看。啊、我们来看一下，不是只有石威啊，我们看大种3570的大种，我们直接看 K 线图就好，赶快跌停买别处理啊！你给他看，阿马德安呢？哇，从200块跌到多少？跌到126，那落尾100块呢？落尾100块啊！所以观众朋友，这个股票哦，我们今天有没有能力帮助到大家？哎，阿老叔，你干哪别把人啊？你干你的股票来，我们看一下我们的股票。我们那个时候跟大家讲三 D 猎鹰，我说这一些股票你不要去追了，即使在我的节目里面，在我们演讲会场我都这样讲。那我们跟你讲的代号6123的上期，我们跟你讲说啊，这个是哦，本益比很低哦，最具补涨的空间。那我们看我们讲了之后啊，我们讲的任何一档股票我们在传真稿一定会追踪，我们讲的任何一档股票它的基本面我们都会对我们的这些会员朋友啊做一个交代，写在这里，写了之后我们扣讯有没有带？当然也有带啊，观众朋友你可做安心呗，对不对？这里6月13买，而且都用市价，我们直接来看，不要说我们买了怎么涨啦、啊、我们看它的一个 K 线图你就知道。所以观众朋友，这个股票哦，真正讲的哦，我今天看了个卡心生，我也帮不了你啊，对不对？我们买在这里，然后一路涨上来。那其实它回跌这个过程里面，今天昨天还是涨哦，你要卖你都卖不掉，你卖不掉。对，而且你跟我们在这边讲啊，你到现在都还在赚钱，何况我们是出在这里，我们这里6月20号把它出掉了，6月20号出掉之后，我们说我们无缝接轨，我们还是买三 D 猎鹰。做怎样？我啊，老师，人讲三 D 猎鹰做败了，我们还是买新的三 D 猎鹰。6月20号，你给他看在这边。我们跟他讲买什么？买亚太啊，4974的亚太。我跟大家讲，它是本益比最低的三 D 猎鹰股，股尼赚3.65，对不对？这个你都可以查得到了，高给36块告，你怎么可能不买？买了之后就怎么样？就是涨啊！我们直接看 K 线图就好了。这中间来讲，卖过来的气一个，讲哎，那别先三 D 列一点，我再别处理啊。那个高品，你看我们的股票，买了之后涨，涨停板，到昨天为止，股价45.1，创新高，创我们介绍以来的新高。安尼有差足这一部观众朋友。所以你别做股票，你我跟你讲哦，你还有机会哦。你现在有石威大种，之前大家讲的什么国金化一大堆的那些股票啊，如果有机会啊，你还是要赶快换哦。你不要一直慢的哦，那个整理不是那么快就会结束了哦，对不对？不要很慢皮啦，卖慢赔啦，卖慢赔啦。真正讲，哎，股票钱是你的啦。你今天来找我赔也是赔你的啦，你今天要赚也是赚你的啦。啊，你看看你买到这样，哎，我们的亚太也是三 D 猎鹰的啦，人家我们的股票就可以这么强，对不对？差价这，其实说有很多股票，我们跟大家讲的，任何一个时候你要去布局的股票，你要知道它相对的一个点嘛。那些旧的你就不要了啦，你讲的苦口婆心，我还是这样啦。你今天有机会，你还是来找我，还是要帮你啦，哦，因为我看你了，虽然你不是了解我的钱，但是吼、
看你咧了解，我嘛感觉足艰苦的，对不对？石威大种啊，对啊，啊我要解决的，你有石威，有大种，你有国青化，有那一些叠叠卖不出去、奇奇怪怪的三 D 列印的，来，我们把它集中，同样三 D 列印，你就看我们的股票就这么强。对，我们不是只有这个股票强啊，6月28我们跟你讲的，联通，第二季赚1块钱，对不对？第二季赚的啊，是第一季赚的3倍，第二季的业绩是第一季业绩的成长70%以上，这款公司买落就是涨停板，然后呢，昨天表现也很强啊，也在赚钱啊，赚钱为什么你会赚的心安理得啊？股票就是用啊，你给他看，已经来到多少？来到313了，这边31.3块，对不对？所以观众朋友，其实有很多股票。包括我在这边跟大家讲的，暑假旺季到了，有一档股票你一定要布局，对不对？旅游股，每一年每一年的7月都大涨。哎，我们讲了之后，昨天创新高，创新高，把它打 K 线出来给各位看一下。所以观众朋友啊，直接打吗？直接打，直接打，不用盖吗？不用盖了啦，我们盖给你看，只是说啊，你爱对观在这的股票，你不要你手中的股票会中大没的股票，你给他看啊。啊，这个股票我们讲在这里啊，这样也赚多少你知道吗？哎，看细科呢也赚多少，赚了20%哎，管教比喻啊，对不对？那为什么我们跟你讲说这个东西你要留意啊？我们为什么跟你这么讲？因为暑假到了，你每看每一年每一年啊，这个股票当年也七月每一年都会涨，为什么？那业绩很好嘛，特别是今年会特别好哦，今年有日元贬值，大家都要去本去投嘛，对不对？你嘛是要去对吧？他今年呢，还有他是啊，我们少数在大陆有旅行牌的一个啊。最重要是怎么样？你看，你现在去所有灿坤的店啊，你都可以看到这一个招牌。对，通路很广。通路很广，通路最广的。对，除了这个，现在中哦，我们的中美免签证，大家要去投。还有一个很重要的、啊。我们现在签的那个福茂协定啊，它也是受惠最大的个股，集这么多的利多，第一季就赚了0.71，去年整年才赚0.49。啊，我感觉讲七月就是要涨，啊有没有涨？有啦，有涨啦。啊、所以管教比，其实这股票都是安嘞。对，所以很多很多股票，其实我们手上现在，你说我们手上有没有那个很好的股票？当然还有啊。我们需不需要说啊，你来做这来对关买这股票，把你安尼写起来，讲啊，这个我们为的是你好啊。对啊，你看看我们每一档每一档每一档在讲的股票，我们对基本面的追踪，专起牛五香羊，对基本面追踪那么扎实，对不对？没有人比我们更了解，没有我们更了解了。而且你看哦，我们双响炮哦，两个老师服务你哦， 对不对？你喜欢做华人股的。对啊，买完就让你赚钱哦。你说我们的可成一笔一丢，对啊，每一次都中。啊，你说我们的莲花科，这个操作上面来讲的话，每个人都是破底一直买。啊，大家买的群联都在套牢，我们买的群联大赚。你买的群联难道不是8299吗？对啊，也是8299吗？但他买的也是一样、啊。对啊，变变几个股票，老师写到外套了，你来探底。这个就是我们忠贞老师的实力嘛。那、啊、你说老师，我租金卡少，啊，我都爱卡黑一标的股票也可以啊。你看看我介绍这些股票，有哪一档让你失望过？对不对？这几个小菜，我们的小菜一大堆的小菜，也是两成，对不对？我们的上旗，我们的亚太，那么探能啥想啊？哎，上旗六根涨停板哪有不止了？六根涨停板，我们就算两成、三成就好了啦。我们跟你讲的小菜、亚太，所有来我们会场的。创新高呢？创新高哎、欸！跟你秋中哎、欸，老师我人讲石威想喝，人讲大众想喝，说非买不可，非买不可。哇，买了之后呢？非死不可，非死不可。你咪讲跟他讲啊，我都会叫去你啊，你个了有够钱呢？那些会是小事情啊，撩钱个无名著呢。对，很多人都不敢来讲，像来找我那个哭哭啼啼，还不敢跟我讲说他参加谁的会员。所以管教朋友，其实做股票就是这样，你要懂啊，你要知道啊，你今天做的这些股票，你要知道说我要赚钱，我要赚哪里啊。所以你看看我们双小炮团队，就如同我在这边讲的，
你现在还有 3D 列印，那些很弱势的股票明天就有机会了。那明天这个机会你要好好把握哦，把握到就是说就好像一个毒瘤啦，在你身上，你要不要把它割掉？你不把它割掉，永远在你身上，你就打钢你就疼啦。所以观众朋友，其实啊，你给他看，我们讲这个上期一两三四五六六根涨停板，我们跟你讲的亚太创新高五根涨停板，对。那你说老师忘了创爱这块标股哎、欸？我们双小豹团队有啊，没错，对不对？我做专门在负责这一个部分啊。那你说哎，老师我较贪心一点呀、啊？哎、欸，我有标股也想做。然后法人股也要想，我有一些资金部位比较大的，那个超大的，他资金部位超大，像我们就很多这种会员，对，可以不可以？可以，也可以呀、啊。那全市场上有谁可以满足一次给你这样的服务？其实全市场上，你看像我们这种两个老师的组合，也大概只有我们，也大概只有我们，而我们两个都分析师哦，都是有牌的哦，没错，对不对？那我们就是说，我们是分工合作，对，他专门就负责这个所谓的法人。法人股，因为他对法，我们中正老师对法人这一个圈很了解，没错。所以管教比喻其实要赚钱，能不能赚钱？当然可以啊。对，只是你有没有行动、啊？对，那能不能赚钱就在你的一念之间嘛。你看我们讲的这些股票，都是送给你，都是免费给你，都是跟在这边跟你讲的啊。你说我们中正老师讲的股票，不外就是莲花科，不外就是群联。群联对、啊、也都是送给你的啊，没错。所以观众朋友，其实我们今天啊还有一档股票就要发动，你要不要？四季大标股吗？四季大标不是，四季大标还没有要发动，在前面一档，在前面一档、哦、四季八要发动，我没有跟大家讲还有一档要发动的，要不要赚在你？你如果说今天你在 3DDA 你被套牢了，赶快解救你自己。你这个粒子你如果挂掉吼，永远就在你的身躯就让你疼一世人，对对不对？所以你一定要好好把握今天这一个机会，要参加我们的，我们今天一样张开双手欢迎你们，把握这个机会。那么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本公司与所推介分析之个别有价证券无不当之财务利益关系，本节目资料仅供参考，投资人应独立判断，谨慎评估并自负投资风险。7-Eleven 凉面专门店盛大开张，黄凉面熟成劲道，荞麦面浓郁香气，白细面柔软具咬感，三大面体搭配对味酱汁，九种风味豪华登场。夏季赏味消暑新推荐 7-Eleven 给您最安心的美味，现在凉面一律九折。扎实学习才是王道，徐威英文国小精英班 I can teach you better。 超越大盘，领先市场，挑战自我，掌握行情，市场的常胜军亚洲投顾拥有一流的分析师阵容，坚强的研究团队，准确的多空操作，稳健的获利绩效，提供您全方位的投资组合。亚洲投顾带您迈向不同高度，开启非凡人生，您财富的管理专家。亚洲投顾，亚洲投顾，珍惜所托，真情照顾。咨询电话02-2578-3777，2578-3777。扎实学习才是王道，徐威英文国小精英班 I can teach you better。 曼秀雷敦男士净碳洁净力一触即爆，40万颗微米净碳，添加瑞士冰川水控油，同时保湿。曼秀雷敦微米净碳洗面乳一触即爆，抗痘快很准，曼秀雷敦男士抗痘洗